顶鸟顶峰，哦，真正这边是顶峰了。它这个景不是，哦，后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山峰。后面另外一个峰，它这个顶峰了，因为过去了就是另外一个山头，哇，那个登镇的山顶在这边。它这边又有一个峭壁，才过那个顶峰。漂亮哦，这边就是另外一个什么了了，另外一个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另外一个峡谷峡缝，第三个桥，这个石也是他们早期以前断裂出去的，断裂出去然后没有掉下去，它顶在这个峡缝。那变成一个桥，这个是第三个桥口，第三个小口。好，就这边了。